母狗狗。干，等一下哦，我人在动物森友会，等一下下哦，等测试，哪里呀？骗人，妹妹嘞？右手边上面，你打算画什么？打算画一些。等一下，为什么他有狗狗的娃娃？你等我一下哦，我现在很错乱。等我一下，这个本来是在开台前要弄好的东西。哎呀，哎，妹妹到底在哪里呀？你们等我一下，我找到妹妹再开好。妹妹是不是跑掉了？哦不，把雪花片。寻找妹妹，开盈利了吗？有，我开台前有确认过了，盈利应该是有开。哦有有，有广告。等一下哦。妹妹跑哪去了？右边哪里呀？南瓜田上面，我刚经过南瓜田啊。还是妹妹整形了？怎么在这里？啊！怎么不是星座碎片？我的天哪、啊！哭啊！好了，我结束了啊！长安安，好了，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开台了。啊、白痴哦、喔！哎、欸。妈的，你的张婉婉，我气死了！教主好可爱，什么好可爱？好了，其实我可以切身份，没有，因为我改到 YT 之后，我那个画面没有，我还没有设定，那我就没设定了。那现在动身，其实我上线也都只是拿个每日，不是每日啊，就是。可能活动有送东西就上线啦、啊、但也没有什么时间射气球啊跟岛民互动，从上次万圣节就比较没有时间上线了。所以现在动身最近上线的动力就是在等那个射手座的碎片跟许愿而已，就流星雨这样子。可以画我吗？我为什么还要画我自己？我是觉得怎么讲，那些会画画的应该都有感觉吧？感觉就是画自己都是画得很丑，画别人都觉得还行。好了，准备好了，各位，我要开始画喽。今天本来是想说有一个人，应该说一个，应该是 Ella 的实况组有委托我，每次就讲了嘛，以前实况过的那个实况组有委托我，但是他人消失了。然后找不到人了，我想说干，那我不知道画什么啊，因为他说，然后找我是画他的贴图嘛，那我说，那他喜欢什么的，他就人就消失了。阿长还在吗？阿长在的话打字，阿长，我看到了。哎，阿长，我画只长颈鹿给你，你截图哦，因为那天其实。来不及用绘图板，最后是用画书在画。咦，学完了，好了，我们可以开始画画了。
薛丁格的委托，哎，就不提了。因为我最近在教我那个小侄女画画，其实我就是那阵子在画长颈鹿，然后就这样子，先画一个这个，再画一个这个嘛，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是耳朵哦，那就这样子。然后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被分班分到一个那个都是会画画的班级里面去，就是整个班级大家都是会画画的，就是有个老师就特地挑一些会画画的人去同一个班级。然后那时候就是墙壁有那种就是窗户嘛，然后窗户这样子。然后这是墙壁，对不对？这是墙壁，超长的墙壁。然后那时候老师就是在墙壁上都贴很多那种很大的纸，然后要我们在上面画画。我就站着这一格，我就画了长颈鹿。然后我那时候把我咖啡色跟黄色的那个水彩笔用到没水，我还跟别人借到他也把他的黄色跟咖啡色水彩笔用光了。然后他那时候就很生气，说白君把我的水彩笔用没水了。好，就这样子。你要上色吗？你的话，我可以特例哦，特例让你上色哦。那时候跟一个人在聊聊你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他刚好跟台刚好看到说，那个那天闪闪在玩你画我猜的时候的事情。我说阿长就是一个，怎么讲？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他在说那个，就是闪闪在问阿长说，繁星跟我你会选谁？我想阿长应该会选闪闪吧，然后没想到选我，那时候其实超开心的。嗯嗯嗯嗯嗯嗯。呵，阿长画好了。好多人，嗨木瓜，想看鲁鲁米，可鲁鲁米就是这个啊，鲁鲁米不就是这样子的动物吗？那时候就有人把嘴巴夹上去，我就全部回不去。其实我以前就是很不喜欢看鲁鲁米。虽然它是北欧小精灵，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会动的海马，不啦，河马。好了，都画完了。想说它如果都没出现的话，我们就算那种开放点图吧，就是点那种，就我今天不是也剪片剪了一些童年动画吗？阿长，哎呀，阿长。因为鲁鲁米的话，鲁米也很喜欢啊，他说他的名字就是鲁鲁米啊。等一下哦，因为那时候就说哦，西巴西巴怎么可能可以很可爱？我想说哦，那我来挑战看看。等一下哦，你有截到图吗？有截到的话，我就再打开；没截到的话再打开。嗨，乌米安安，洗吧洗吧，哦，就洗吧洗吧，很可爱你。嗯，首先，哈哈，好丑，对不起。
喜巴喜巴很可爱啊，一只乌骨鸡啊。你们要童年什么东西想画的？等下打出来啊！不要全部都打哦，我可能会不小心没看到。啊，没看到就不要怪说我没看到哦。这个颜色，对，这个。什么颜色啊？偏绿色吗？好了，这啥小子？七八，你没看过？天哪，小鱼你没看过？不行啊，不要那种，那太难画了，好不好？可以可爱一点的吗？另存，我们就画到那个时空主出现为止。是啊，12月17，大大。哦，我这个资料夹叫2020年。打图，可是里面的图只有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1张图。哎、欸、不止哦、喔、还有可能音乐被炸狼人杀什么的。哇，我记得这一今年画了蛮多图的、欸。企鹅家族面包超人哦、喔。是谁？就面包超人啊！面包超人，阿干，你怎么不是叫我画大那个啊？布丁狗，当然，面包超人，面包超人有什么好画的嘞？他不是还有拍那种教学画法？先画一个圆。真的不会画圆，对，还是因为我的笔坏掉，板子坏掉，还是我手坏掉了？你看画这边就画不好，来转个向来画，不行，不行，我丧失了画画的能力了。可以不要都人像的啦。不行耶，这样就不像我的，要这样子吧。好肥哦、喔、我的天哪。现在好热哦、喔！天哪！啊！谁敲我？童年宝可梦，我本来是想画宝可梦啊，好好，等一下都来画宝可梦好不好？我在想说，因为今天看到就是以前的一些图，不吧，看到一些图，想到以前就是有些认真魔人就是会批评，就是一些我的作品嘛，就早期，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啊，反正那是不同领域的东西嘛，就比如说，
我们本来是实况圈的嘛，然后去刚接触那个宝可梦领域，然后可能你就是没有画到一些东西，你会被一些，比如我今天画皮卡丘，有些人啊画伊布好了，有些喜欢伊布的就觉得说我画的不好，啊伊布就不该这样子，然后就拼命来攻击。然后那时候为什么我的那个迷你 Q 不是问我为什么没有出一系列之类的吗？就是因为那时候有稍微被攻击到，就没有全部画下去，就这样子。好啊，那来吧，宝可梦，来，谁？水月鱼，好啊，水月鱼，哎、欸，先等一下哦、喔，现在就是先水月鱼的环节哦，小鱼的鱼，我的天啊，靠腰，不会，我等下可以画成这个吧？小鱼，你知道我等一下画成什么对不对？小鱼，你一定懂。小鱼，水月鱼。如果刚刚打水月鱼的鱼，跑出小鱼的鱼，恭喜！啊酷啊！等我一下哦，另我软体要重开了，刚刚笔刷不见了。百变怪还需要画吗？哭哦！好了，水月鱼哦，我以前本来不喜欢它，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它的最终进化让我很不喜欢，哈哈，所以就是整个。怎么讲？整个印象就很不好。什么时候请我吃龙虾？你那边14度哦，哇！哎，可不可以聊一下？我们是聊室内温度，不要聊室外温度，好不好？你们室内温度几度啊？因为每次我就讲了，每次跟人家在聊室内温度，他们都讲室外温度。我就说哦，淡水好冷哦。要说我家好冷，我每次都说我家好冷，我家现在16度这样子。然后就有人就讲我加拿大现在-4度，我说你是在讲室外还是室内温度？他说就加拿大的温度啊。我说我在跟你讲室内温度哎、欸。那可能就是觉得室内温度讲输了吧，就没有理我了。室内17度哦，我现在室内也是16-17度，我还开电暖气哦。水鱼好可爱、喔、哦，好热哦！哎、欸，怎么画你之后我变得全身好热哦？发生什么事情？水域完成，上色咯，选择笔，你是不是不爱我了？我不爱你啊，我从来没爱过你耶，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这个颜色，这个是小雨的颜色。感觉小雨应该会喜欢水月鱼的、啊，但他这个叛徒他就不喜欢水月鱼。就有阵子都喜欢这种简单的图，就没有画得很仔细，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被一些就是画得很认真的人就说啊，这就不是水月鱼了啊，这就不是神奇宝贝了啊，你画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觉得对当时对自己画的图就是很怎么讲，很没信心吗？就是有阵子就很讨厌自己的图，就是那时候开始啊。就是你们可以去翻我早期粉专的那个什么宝可梦繁星版的那些，然后我只想画我的特色那种出来，然后就有人就有两派讲法嘛，一派就说我画的是什么鬼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信心受创，所以之后才没停更。不，没停更，做了所以之后停更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每个地方都每个地方恐怖的地方。哎、欸，好久不，哎、欸，是好久不见吗？你是那个吗？那个星吗？好久不见，没有，虽然你好像都有出现在兔窝啦，哈哈哈。零存金档。我靠！感谢会员。啊，好，对方还是没敲我，我怕他可能是真的是要关台后才出现。啊，准备喽，下一个哦。我会挑我觉得比较有兴趣的啦，就不要挑一些人气的宝可梦，人气宝可梦就不太会想要画了，就皮卡丘什么的，然后那就算了吧。是指 LO 的名字吗 ？LO 的名字什么意思？卷卷耳哦，卷卷耳我比较想画点点版本的，我觉得卷卷耳比较适合点点，不是我。它的色尾刚好是粉红色大咖啡色。可以画伊布的火精灵吗？月亮伊布。啊！伊布哦，你看你画了一只伊布，然后又要画其他八只伊布，我觉得好烦。等一下哦，伊布。我一步我还好、欸，如果一步就怎么讲，画来画去就也难很难可爱了吧？看一下哦、喔，这现在好热哦，画了小宇宙就好热、喔。哼，我在画什么？就这样而已呀、啊。我一步能画什么？完全是我不会画，对不起。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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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黄色，就这样啊。
安安。水翼布不会画，我跟你讲，我以前最爱画就是水翼布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水翼布，水，你看我很喜欢讲水精灵，哎，大家觉得水精灵很难画。火精灵，这我也很久没画了，看一下怎么画。水精灵，一步。那就先画出骨轮廓嘛，搞，就这样。那以前比较烦就是这边而已。啊，不行，要画我的感觉哦、喔。等等等，要画我的风格，重来重来重来。狼儿是这样子画啦，两红秃头，等一下，我先把这加上来，不然看起来超像秃头的。那就这样子啊，因为最近本来又觉得说对画画的动力又没了，因为发现自己在画图这一块感觉就已经怎么讲，不会进步了。好，完成了。这好烂哦！要重画，算了。好，下一个，存个档。下一个，看一下哦。嗨，秀秀你好，夜精灵，你刚刚一直在点他是不是？你真的很喜欢他哦？可不可以都一直干？你不要最后点到伊布全部出现哦。月亮伊布吗？夜精灵，
我觉得他叫月精灵吧，月。觉得就只是没有毛的一步啊，超不尊重。月月，不啦，我不再画一步了哦。虽然出仙子精灵，我也不画了哦。那时候喜欢一步也是因为他就是兔子啊，可是到后面大家都喜欢一步，就觉得啊，大家都喜欢呢、欸。画巧巧，为什么要画巧巧？你给我说，为什么要画巧巧？你说服我就画。画完了啦，你看很快吧？没有，它不像那个夜衣布跟仙子精灵，那个配件太多了就画比较久。像狐狸，它就是狐狸呀、啊，啊没办法，早期没有那种。那种兔子类的宝可梦啊，他还是没密我，哇！今天真的是不用画他的图了，要等到关塔以后才能画了，哭啊！雷子喜画一只皮皮，哇，你的名字叫皮皮哦，好啊，等阿长不是我不画哦，是人家的名字叫皮皮了。如果你阿长后面一个 dash 请画美纳斯，我就改，没有啦。皮皮，我之前有画那个皮皮给一个实况组，他就叫皮皮皮虾，美纳斯，好吧，那美纳斯下一个了，皮皮哟，有皮皮娃娃、欸。那我准许你存图哦，呵呵。那这个我在想要不要要签名吗？就是签一签，最后丢粉砖给你们继续玩，不玩啊，就是给你们去下载。画画像胖丁啊！天哪、啊，
变成胖丁，我的天！还是不要画这个脚好了。哎，对啊。等一下哦，对啊，底皮不能那么圆呢，要驼一点，天哪。这样好肥哦，怎么办嘞？哦，原来皮皮这么难画。我遇到大魔王了。天哪，皮皮太难画了啦！是因为我想画太像了吗？等我一下。啊，不管了啦！超随便，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就是太随便了。那时候他从一般系传承妖精系，就觉得嗯，这才是他该有的属性嘛。粉红色就是哎呦呀，该有粉红色的属性啊。加个尾巴？不是啊，尾巴要加在哪里？侧面才看得到尾巴好吗？蜜巴加在你这边。你知道吗？那除非是侧面才看得到尾巴，这样子哦。好吧，好像也行耶。不不不不不。皮宝宝，嗯，哦，我已经几天啦、啊，一个礼拜，我已经十一天没去健身了，一直下雨，下到我很快长香菇了。好，下一个美纳斯是不是、啊？补充个小知识，刚刚最想吃的皮克皮卡丘，这个吉祥物最后选择皮卡丘了，这我知道啊。美娜，
不是啊，如果你真的说粉红色的话，那个谁，百变怪也算是啊。百变怪其实是粉紫色、粉紫色之间的。对，那那个你再刷一次巧克力的，要画巧克力，我就偏不画哦。那个不用 ban 他啦，那个就让他自己刷，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嗯，那怎么画？哎呦，真的第一次画它，等一下哦，头尖尖的。眉毛，这样吗？奇怪哦。我其实当时候看到美纳斯就想说，干，为什么迷你龙不迷你龙进化，他们不是长这个样子，对不对？就这只明明是公的，人生长得有点不像啊，它就是跟那个啊鲤鱼王一样的东西啊。当时我是看特别篇，那时候看看一看，看到有点快哭出来了。真不行哎，还想说。画这种图都尽量不用橡皮擦的啊，都用了，对不对？画这种小插图就尽量不用橡皮擦，看起来都比较好看。
好偷懒。咦，好丑、喔。这都没对齐，等一下哦、喔。我现在那个好像无印版吧，不是有个最美丑丑鱼，然后最强鲤鱼王，好悲哦！天啊，这种对比、啊，哎、欸，我这个不敢po哎、欸，好丑哦、喔，变黑历史哦、喔。咦，好了，下面一位，九尾狐，什么九尾狐？哎、欸，你点太多了哦、喔，花木兰，你点太多图了哦、喔。刚才800多只，我看六尾和九尾，六尾和九尾就只是。一步加很多尾巴而已啊！啊，我想看一只，等一下，我只想画一只木棉。木棉球吗？还蛮可爱的。哎、欸，木棉球，对对对对对。好了，我不想画画了，好热哦。拉普拉斯，我背后就一个哎、欸。拉普拉斯，成龙。画到不想画了。很热很累，我们来玩糖豆人好了啦，你们想玩吗？阿星的那个还蛮北西的、欸、今天下午跟朋友玩，然后玩到是整个在整个在抓狂笑，不行不行，这不是我的风格。好久没开糖豆人第三季了哎、欸、第三季等级好好练哦、喔、比第一季比前面我想说我才玩一场只过了三关就过了就加了两等了，你说好不好练？好丑，我觉得不该这样子画。画糖豆人吗？等下来玩啊！等下就不组队哦，等下就要用撞的哦。
我们看 每次礼拜不知道开什么，就只剩画画。而且动物吃鸡不是有说那个吗？新模式什么的，就是之前没有他讲的嘛，就32人。好适合当那种小贴纸哦，可是又好懒得出商品。Follow King 好玩 ，Follow King 太久了。比目鱼，不是，我之前画了很多画，就是眼睛都长一边的，觉得超好笑的。好了，凌晨新档。嗯，好，我们换游戏。分类改一下哦，边随便画完。啊，画完了，换游戏。不是，我以为他会。在这一个小时内出现，能画迷你龙吗？迷你龙太简单了。你看我这个人就很鸡掰，说太简单又不行，太难又不行。好啦，我们东西，他为什么说没存取？另存新档。OK， 我们来玩糖豆人。嗯，怎么开？这个，要来撞哦，来撞哦，就打开动物吃鸡有没有？不考虑出布布的专门贴图吗？哇靠！你在我的台说这种话，我没有出吗？各位观众，我没有出。我的天哪、啊！我觉得你这样子是伤了我的心哦。还是你是指贴图不是表情贴？有了吗？有了吗？还没。他说17号回归，还是没有哎、欸。不然你看，我本来想要冲等嘛，但是冲等的话，弓箭击杀这太难了。香蕉滑倒，这个我每次丢敌人都是自己滑倒，那就被人家敲死了。你就喜欢迷你龙，我也喜欢啊。而且要色尾的，然后不让它进化，进化后的那个太恐怖了，它那个已经是深紫色的那种，就不是我喜欢的。就17号啊，因为从昨天晚上就17号了，然后到今天下午都一直都还没有。我想说就是想要就偷懒嘛，就挂着花图或是剪片，然后进去里面蹭胜率，然后看看经验值高不高这样。你们来玩啊，没有绿色快龙啊，迷你龙就好了啦。哈克龙的颜色也很奇怪啊，迷你龙色为粉红色啊。我之前在那个 RPG 生存里面就有玩啊。表情比贴图好用，对啊，贴图不能用在表情上面，表情可以用在贴图上面。你今天生日哦，生日快乐！先跟你讲了 ，Hello，
好啦，开始喽。什么叫红光等级？没兴趣。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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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选到吗？好的。嗯，哦，选择项目，选这个。我会打日吗？会啊，我会打。凯兰晚安，凯兰拜拜。赚到大钱再回来，祝你赚大钱啊！看完比较有趣，我不要，这超北七的。还是找那个朋友过来玩，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忙。反正今天下午就是跟他玩，玩到脏话一大堆。OK 啊！没钱买的人表示 QQ 存钱啊，而且这个也不是说有钱买就买，你要要么就信用卡，要么就 PayPal， 要么就是去超商买那个啊，指定的点数。哎，小鱼你要来玩，我们一起骂脏话。小鱼你要不要玩？你要玩的话，我们来组队。还是小鱼你不想跟我玩，哭啊！哎、欸、屁嘞！靠边啊，我要开电脑，睡啦！可以，我来听我的 mod 骂脏话。好啦，各位，我看看来我是去，我要死去了。哇，尾刀！我的名字改叫闪亮什么闪亮闪闪什么 D B I， 对吧、啊？我就是旅行中的闪亮 V I P， 没错没错没错。他们说闪大逮到个闪闪，我想嗯拿来炫耀。哇，开这个开。二啊，三 D 这个不会卡。哎，你等下你好了，你进托的 DC。哭啊！哎，我们跳银色的，哇，金色的没人，跳银色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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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都银色的啦？我天哪，我太银了吧！我都忘了第三季了，最近才第三季的。哎，听说第二季等级真的很难练，是不是？因为那时候也跟巧克力有拍过一次，哎吧。没有拍片，是跟喵哈他们玩，就玩了一下，等级真的好难练哦。
雪人加油，雪人你差一分，雪人不要贪，雪人你不要贪心，雪人我在看你，雪人不要贪心，换你换下一个雪人是不是？玩这个真的贪心会被死死翘翘耶。小玉你到了吗？等一下我看画面。看不懂这关哪一关？刚那一关就是你墙壁上会轮盘上会有金色、银色、铜色的圈圈嘛？啊，金色三分，银色两分，铜一分啊，就这样子跑啊。啊，怎么只有我、哦、只有一个人？我不孤单，哭啊！我、哦、哭啊！我、哦、哭啊！不要啊、哦！我、哦、哭啊！给不给下来？哎、欸。要吃就吃我，然后关台的时候有观众逆他说，我以为闪闪跟我在犯闪，殊不知其实我是女的。没有啊，我就讲了嘛，你那时候你这阿长这个名字，正常来讲我也是想到你是男神啊。欸，这关很好笑，这关会有一对四五个人，欸，我是黄队的，一对四五个人，然后两队是四个人。我三颗球都在这，上上上上上上上。
冲啊！然后通常玩下来蓝队都是五个人哦，很奇怪。你看，一二三四，哎，二四六，哎，有人跳是不是？刚达标不是？然后这是最后一关，这个跟采风很像，但是它只有三层。然后看人家是直接就是踩在原地都不动，然后等它爆。可是我这关像玩蜂巢那一关嘛，我从来都没过过，所以这一关的话就真的是放弃了。要躲开啦！我死了。我赢了！妈，我又吃鸡了吗？吓死了，我掉眼泪了。我掉眼泪了。首先我要感谢下午跟我练习这么久的朋友。每次我跟你讲，我今天下午玩的时候，我第一次玩嘛，然后就是可以一路到第四关，然后可是第三场第四场开始，我都还第一关就死了。我第一关就是死，第一关就是死。完毕。等一下哦。
我还没冷，那我就下一场了吗？没冷。那、啊、请自我吃鸡，请你们吃广告。哎、欸，其实我玩这个游戏一直都没有想过要吃鸡，真的只是开心玩而已，没有想要。怎么讲？因为觉得就是觉得，胜率不会属于我的，胜利不会属于我的。那刚刚想说啊，完蛋了，这边没有路了啊！那个人想搞我，就冲过去跟他搞，然后看一看他跳到另外一边，我就知道那边冰块很少嘛，然后就去找另外一个人，冰块比较多的，然后他就突然很紧张的乱跑。小鱼到了，在聊天室跟我说，啊，小鱼在 DC 了，抱歉抱歉，好的。小雨在 DC， 我怎么没看到你？哎、欸，你好。好。喂。喂。好。好。P， 我打 P。你没上线啊？我有啊。你有吗？我有啊。你有吗？你不看到你上线吗？我没上线，没错啊。我看到生母跟风间有开游戏，没看到你上线啊。等一下，断掉了，游戏断掉了。你是不是要道歉？不是啊，我有开 Steam 啊。Steam 是什么 ？Steam。开始。老居不玩吗？老居。你讲话怎么会有滴的声音啊？是假的。有，你问观众。看生母跟风间呢、欸？你们要不要玩？如果老局不玩的话、啊，恐怖。有哎、欸。有哎、欸，什么？哎，给我个机会。有啊，我再给你机会了。好啊，好啊。好哦。啊，风间呢？我来了。冲下来了。下呢？哇靠！情侣装哦，好猛哦。啊、没有，没有穿情侣装。还有情侣装，还有这个颜色是之前小鱼战队的，只没吃到鸡，战队的、喔、没吃到鸡就一直穿下去，是不是？薄荷巧克力骑士团，他们要护送我吃鸡、啊、你都没吃到鸡是不是？有，你这游戏吃到几次鸡？一次。哇，我每次吃鸡都是开台吃鸡耶，那时候笑死。他那一次还是我们陪他玩到最后半夜一点多两点才吃得到。你太烂了吧！你真是玩，你适合玩这款游戏吗？不适合玩，我也觉得。而且我游戏一直在。我也觉得我不适合玩这款游戏。可是你刚吃鸡，我傻爆了。那侥幸好不好？虐菜。有没有看我几等啊？我不要，你要不要要我？超低的。哇靠！你们两个要不要要他啊？啊，他不是还没好吗？他根本就没上线呐、啊。对，我上线呐、啊。哎呦哎、欸，你现在布丁狗才上线呐、啊欸啊，奇怪、欸。奇怪的，我是不是不想跟我？你是不是附近的？哎呀，你的战队嘞？你怎么是长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是谁啊，我是不是被盗了、啊？啊！我那个衣服，
花纹哦、喔，这个颜色，这个还有什么？但我没鸡蛋。为什么我没有黑色的独角兽啊？他不是说会有送吗？还是我那时候没上线？什么事没上？好吧，不要这样，我难过了。那个公主，我难过了。公主的颜色，我什么花纹都不要，我要回到我的跳蛋颜色。星星长不是跳蛋，不好意思，星星长。好了，好，觉得自己讲话有点。怎样？你听得认识我？他男朋友才奇怪。你都玩过了吗？没有，没有。反正他关卡都是固定的。第一关就是个人就跑酷，那第二关也是个人，第三关才会是团队。哦，好。啊，又长痘痘了啦！最近也一直长痘痘。嗯。就戴口罩都会一直长痘痘，超烦的。哦，油多啊！戴口罩面就油了，会多啊。我不敢脱下来啊！闷着啊！脱下来就死了、欸。死了。死人了！脱下来就死人了。在公司我也不敢脱，那就是即使在办公室只有几个人，我也不敢。我也不敢啊，除非吃东西啊，不然也不敢脱下来。怕吧？你有想买这次的 skin 吗？有企鹅哦。他的企鹅好看哦。很长，我以为会胖胖的。哎、欸，繁星，哎，现在跟三个香港人讲话，对啊，好恐怖啊、喔！你的感情只有香港人呢、欸，我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跟我玩的只有香港人呢、欸。对，好恐怖，我是不是该去香港了？感谢季风案，哇，你终于肯订阅，哎，干，这是谁？这是风间，不是这神母，哇！啊？什么？啊？等一下，我不会玩这游戏，这个掉下去会死掉吗？不会啊，不会死啊，会重来，会死掉就最后一关。就是没有那种，哎呦喂呀、啊！哎呦喂呀！没有那个啊，不要卡，你先冲三。干谁抓我？妈的！不要妈妈！哎、欸，直接飞下去看，溜下去。我好强哦！你好强啊！这边走最旁边哦，最旁边会比较好。啊！什么意思？什么？哦，我懂了。哎呀！教你们走啊、哎！我走到自己下去了。哎、我赢了！哎呀，到了！你们也太快了！我找星星塔，星塔你到了吗？我看到你进去喽！星塔棒啊！什么？你，我觉得你是很不想过了，你怎么办？哦哦，我好了，没有啊，你们第一次玩啊，我那时候我的意思是看别人玩啊。嗯，那再来就是跳圈圈，什么圈圈？就是圈圈中间会有圈圈外围会有颜色，金色是三分，银色是两分。哦，要累积到15分啊，你掉下去就重来啊，这是重来没关系，就是会一直重来，不会重算。就从起点开始跑，它、啊、越后面金色圈圈越多，就三片吧，哦、对吧、啊？什么三？哦，三个转盘，因为它要中间的圈圈颜色。哦，我看到了，看到了。对、就是、啊，这个牌、嗯、啊，
中间的那个圈圈，那个很几率，这是靠赛，就像是七对子一样。哦，就是光嘛，对不对？不用特地去挑的啊，这个不要贪哦，不要贪哦。什么意思？就是有跳到就跳到了。对，能跳就跳，你不用怕。他的话你会冲。我没跳到哎、欸！要跳就跳。你直接没跳，没啥意思。金色的。我连跳都没跳，没努力过啊！我马上完了。那是谁？北齐哦，那哦，那个星星才是三小。靠腰是我吗？不是吗？不是。我想骂你！哎、啊欸，我看不清那个到底。你看嘛，到底是破坏了吧？你看，你为什么？你好黑呀、啊！为什么掉不起来？哎、欸，哦，我最近过去那个圈圈的，天哪，他妈游戏做坏了吧？啊！不要再甩我了！我、哦、靠！我跟李维跳起。哦，好烦哦！哦。心情很不好，我也不太好。为什么我都没跳过去？怎么这么难跳啊？如果跳过去，我还是掉下去啦。我生物最高了，现在这个分数。我他妈跳十五个圈圈，没有过了，一定要是十五分，是十五分。15分。哦，我现在是不是完蛋了？对，对，没看到你，你几分？他8分，我结束了。哦妈呀，这个你做坏，你看我就跳不进去那个圈圈里哦。生物也快结束了，生物加油，妈妈。生物不要贪，跳同的就好，不要。哦，他还有一个。生物随便跳，跳起来，不要贪，不要贪，哇。小鱼加油！下雨跳银色的，小鱼跳银色的，差一点了！小鱼前面一个洞，塞一个名额，塞一个！哇！你过了吗？是我吗？是过了吗？是过了！我做到最后一分钟了！秒杀哟！有！那再就是团队推球。你真的哭了吗？然后推球的话，就是尽量给那个，他们都是尽量给墙壁敲啦。敲，就是墙壁会有弹簧啊，推过去他们会敲，然后球会敲到中间去，然后那些雪地都会重生，吃一个雪地就是一趴。哦，所以要把球把扎满雪吧。对，哎、欸，还有下一关，抱歉，这边也是个人赛。因为就是一直往上跑。我忘了嘛，你是不爱我了，是凶我。哇塞，你第一个换就换我哎、欸！我第一个是叫你哎、欸。哪里？我知道你最爱我了。路在哪里啊？往上走，往上走。我直接被一个拳击。等一下，这里是哪里？为什么会有棉花糖？哪里有棉花糖？哪里有棉花糖？哦，哎，这个游戏我其实啊，给不给起啊？我的天！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我。那这边要么走最外，要么就贪心，不要贪心。就是不要贪心，还是贪心？不要贪，不要贪，不要贪。原来这是走哪里？走便便吗？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哦。怎么样子啊？有人就是用飞扑的躲那个雪球。哦，学到了。哎、欸，这里。下。滚爽没？哦、我有 DC 群啊，那时候就问你有没有要加，你那都没有理我。对，因为我们都有 DC 群，大家可以。对啊。什么意思？你是谁？往上走，往上走去吹风，然后往右边，你有没有看到大平台？跳上去，过去就是你的了。哦、
Oh my god！ 我真他妈聪明。过了，哇，圣母没了。圣母没了，没办法了，圣母要。圣母。没有，前面卡太久了。你没有问哦，白痴哦。我好强哦！天哪。你在敲粉砖，我在请小帮手去帮你们把你们拉进来。十一个人，你看十一个人哦，然后分三队，一个人会五个人哦，超白痴。一个人会五个人，有一队会五个人。哦，所以就是雪球关卡。对，哎，怎么又没有？怎么又没有滚雪球？为什么？又骗我？没骗你，骗了。我很期待玩雪球，我怎么可能会骗你？我天啊！可能十一个人太少了吧？可能十一个人是这边分三队，平均太难了，太难了。你们还是有人跳，有人跳啦！哎呀，有去跳了，小月，干嘛？我想待在这里不行吗？你不行了，会掉下去哈。待会待太久跳不回来，你就不会的。干你！你跳你跳！你是不是想害他？你是不是想害他？你怎么可以骂人？你为什么要抓我？我想要跟你做朋友。现在武汉肺炎那么严重，可以保持距离吗？好的，我戴口罩。不要给我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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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完我之后还想抓我？看到了，等一下，人好多哦！啊！哦，掉了，小鱼掉了。我。这边的都是疯子啊，都不慢慢走的啊，没有人慢慢走，全部都是用你后面，你看你后面，你后面，太好笑了吧这游戏！你前面有疯子哦，有疯子啊，他没在听啊，对面那两个一直在走，啊掉下去了，那个掉下去了，我的天哪，Oh my god， 我要赢了。你好爽哦！你自己耶，可以买那个圣诞那个帽帽了。现在吗？可以啊，他一个皇冠就可以买得起了，不是吗？我穷啊！你刚刚就两个皇冠了耶，你想骗我？哦，因为团队关卡数变少吧。因为你看我刚玩都是五关呢。欸，我直接连胜四级。我就说这一关这个超好练等的，你不觉得很夸张吗？超夸张的。我也直接四等。对啊，我那时候只是赢到第三关吧，就升到三等。中间是不是三等了？不是啊，我二等而已啊，我第一关死啊，所以、啊、对，你看，所以才能对啊，超快，之前没这么快。对啊，我觉得这一季好薄、喔。因为第二季太难了，第二季真的很难，像那个关卡也很难啊。第二季，第二季还好，第二季我那时候玩就我玩到最后去，我不知道我有吃过一次鸡而已。你还记得我那时候开台还把一个箱子举起来，这不是有个推城堡的，那边有很多箱子要往上爬，我那时候经过直接把箱子举起来。然后今天下午在玩那个滚雪球的时候，我是把其他队伍的雪球那个搬起来，然后就卡在我头上，他们推不动。我怎么可以搬起来？怎么做？他们在推啊，我在前面挡，啊，就推到我头上，然后就举着，我就举着在那边大概四五秒钟吧。但我们输了，因为我的队友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一个人在推球，那其他队友都也在阻止他们。哈哈，在开门啊！没有推雪球、哦、啊！他最后一关有一个也是跟那个转圈圈一样，就是地板会一直往下滚，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会往上滚那种东西。哦，对，所以他最后的关卡会不一样。有两个，
跟谁一样的？第一关应该是固定的吧？对啊，对啊，一二三都是固定的啊。啊，所以才刚讲那么笃定啊，就是被说我骗他，我天哪、啊！骗子，干什么骗子？你跟他等下去玩单人。嗯。啊！哇！哎呦我天！那时候我还把雪球往上推哦，我在那边滚雪球。哇！我看到前面很多人被撞飞了。哇哇哇！我走在上面嘞！哇！啊！干！掉下去！不是。不要催我啦！哦、啊！被抓了！啊！不要啊！不要乱叫！你也知道，我的天哪、啊！我不要！不要乱叫！我达标了！翁、啊、来是谁？翁来是生母吧？这里就我一颗翁来吧。我不知道哇，两个加油，你们两个，我觉得风间加油，风间算了吧，风间跳起来，风间，啊，好像又是同一个位置，我要这个，风间在哪里？我不知道，哎呦，为什么又是这里、啊？我小玉很讨厌滚筒哦。就是那一关，但那个滚筒只有两个，很大很宽的两个。不行，我真的那个滚筒我觉得好晕哦、喔，好神奇。你不是看到第二个有个绿色踏板吗？它往回弹，可以弹到金色框框，但是很晕。哦，你想去拼吗？不想，我看到那个板子再说吧。真的很难跳哎、欸！不会啊，我看到一个雪人有点可爱啊！我都忘记不用跳了，有些需要啦。哎呦喂呀、啊！为什么我一直往后跳？因为你跳到那个绿色板板了。哎、你在干嘛？谁？你呀、啊。我。哎呀！哦，是金色军，我是进去了嘛。你好棒哦！超高分了。他们都不懂你，就我懂你。我回刚弹进去，干是滚超久的啦。天哪、啊，怎么会这样？你不是坐那个踏板？怎样？哎呦喂啊！过了是不是？哦、你，我看小鱼有给他压力。现在有100多名观众在看你哦，小鱼。他说：“我跟观众看我怎样，我一个一个把他编掉。”哈哈你编了？你滚好了没？你滚醒了没？哇，你过了！我过了，好人，你有时间编人了。嘴啊，妈的！没有，这固就地图是固定的、啊。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多人关卡变少？我跟你说，我从来没走到最后一个圈圈过。太烂了吧！走不过去，我走不过去，哭啊！哭啊！这个应该会个团队吧，20个。是、啊，还有一个关卡啦，往上爬的那个啦。啊，这没推雪球、欸啊，我忘记有这个。没雪球。为什么有雪球就这样？雪球比较好玩啊！我可以举起雪球给你们看。
我不想看。哦，旁边有一个薯条哎、欸。哎呦！哎呦！哎呀！哇！什么？你飞得好远哦！那有那么多桥、哦？金蝉，你要去哪里？带我走！看，你去哪了？这球太大了吧！不要走，感觉最近踏板又不是好。不能贪，不能贪！哎，被挤到了。我、哦、感觉一样哎、欸，白痴哦、喔。但是我不太会扑。哦，是这样子哦、喔，哦。干！哦，好生气哦！哦，哎呦喂！对，给了一个狗。儿子，我第一名。哦，过了！啊，可以救我吗？我现在有点不行。我教你哦，雪球过来，你往雪球扑。雪球过来，你往雪球扑，扑。你会不会的？扑。你扑了没啦？我靠！生物好可惜哦，本来可以过的。没有，不好意思，我一般就上去了，我找不到方向。我的队友没了吗？对，你的队友没了。二四六。你不叫我。我刚就是这样扑啊！哎、欸，雪球这样扑，你直接没有那个哎、欸、倒地的时间呢、欸。为什么我？我刚也吃到了。有雪球了啦。没队友的，你们是不想跟我玩雪球啊？我该不会黄队了吧？我们下午连续都黄队，没有我蓝队的，厉害吧？哇哇！因为你们在那个在读条的时候，不是会转视角看自己在哪里吗？你们可以看到自己是一个灰色的图案。哦、欸，你就可以提前看到是什么颜色的。看、这是间谍哦，这是间谍哦。这个挺好的，是不是在雷？会拖又在干嘛？我们在用拉的哎、欸，拉上小推啦，拉！拉拉拉拉拉！我什么队友？我的两个队友怎么不见了？刚、刚还在的、啊。黄队那边被红队的在挡了。没事的，没事的，就一直火拼下去就应该是。队友好不和谐哦。真的，我的天哪、啊！各自的行动哎、欸。各退各的。可是你们成绩真的还不错哎、欸，所以就无法说什么了。看。对。對啊，而且还第一了，现在。黄队到底在干嘛？就是在打黄队啊！黄队没人在推啊！黄队被挡吗？他应该是黄队三个人都去阻挡，然后剩下的一个还被黄队。那就跟我下午一样嘛，一堆人去阻挡。对。我他长那个，我跟你讲哦，红色是草莓哦，黄色是很像那个。琥珀的东西，琥珀的颜色，很像那个起司块。我觉得这个蓝色的，它的福林色，我觉得蓝色超丑的。对，它好像那个武汉病毒。这转什么圈圈啊？下去啊！哦，到了，哦，过了，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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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欸，他举起来了吧球？黄队在干嘛？哎呀！哎、欸，而且黄队是五个人哦、喔，但是他们输。哎、欸，不对不对，四个人，四个，好吧，应该十二个，应该是四个。这红队就一直靠，这是压宅气啦，压吧，就一直靠他一个压着他们三个，八个人。我们来看黄队会不会再创造奇迹？没有啦。对，会不会又再吃鸡？只不过三，如果是滚筒的话，真的没忘了。滚筒我好晕哦、喔。三
三连冠吗？啊！我才想说，如果是滚筒的话，就有理由下台。要三连冠喽！嗯，买三连冠了。看他们会跑。你会玩的啊？有。你可以去看那个雪人。哦，算了，不要看他，他跳起来了。干嘛？开外挂？对啊。那边好挤哦。欸，他在抓！哦，他抓！他知道你是会玩的。这一场的都会啊。干嘛？学死人叫啊！没到啊！线太偏了。那个雪人好像一直想搞。他是不是观众啊？哎呀是他，哇！这个雪人，哦，真的是那个雪人，应该抓死他了，把他抓下来了。哇，这个十等，我应该也是之前玩了快八个小时才十等吧？没事，我有一个皇冠了。哇，他真好容易升哦，他那个灯。对啊，你们都不想跟我推雪人？欸，动身雪人怎么推啊？我推一推，是要把它推很大吗？还是小小就好了？我没在玩呢，我不知道啊。它好像要有个比例耶。哇，我刚推了一个超大一颗的耶，那应该没救了吧？我看到没救，我看到笨金龟在旁边又努力推，他推不动，那应该就没救了吧？对，你要到没有雪的路上面去把它弄小。啊，哦，所以铺瓷砖这样子哦，铺地板哦，晚点贴攻略给你，不用，我只是好奇问，干嘛贴雪那个堆雪人有成就吗？然后我 YT 上面有，我想要问现成的而已。而且他我很怕推那个雪人，是因为他快融化的时候他会跟你对话，我就很恐怖。他说我就只能活到明天了，我觉得好可怜哦，好可怜，超恐怖的。那时候在阿亮家跟他对话，他说那个我什么我是雪人，我只能活到明天还是什么之类的话。哦，好可怜啊，所以才不太想推雪人啊。如果有成就的话，我再弄；没成就的话，我就不弄。
啊不怕啊的发言。小鱼，不要啦，对不起的，卖照，卖照，我讲了对不起，你想我怎样？道歉要干嘛？抖内，我不敢接，接什么？接你要讲的话。我就是这么现实，有钱好办事啊。钱已经被我花光了，变成你喜欢的样子了，是不是？哇，有另外星星场哎，好朋友。为什么我已从服务器离线？你离线？为什么？你是不是想跟我玩？你要抢啊！不要给了我希望，又给了我绝望。干！哦，掉下，好烦哦。步你后尘了，我习惯这个板板啊，用跳的跳上去，跳上去，断了，我知道你断了，我难过，我要步你后尘，我就是，我要步我后尘啊，生物，你是不是这一光有障碍啊？怎么办？因为我觉得很好过、啊，过了，过了，怎么办？小鱼不在了，我的滚雪球大队少一名了。哎、欸，小鱼还在啊、哦，不见了，不见了，我怎么写呀、啊？我，嗯，啊，所以一个场地只有两颗雪球，是不是？猫在哪里啊？对啊，雪球是一个场地只有两颗，你如果弄坏了就进屋子再出来，它就会重置了。嗯，直到你把它做出来为止。你想不想跟我堆个雪人？不要。My hell, bye。好哦。别嚣张。哎，这个是风间第一次玩这一关吧？对。有点哀伤啊，好哀伤啊！所以他排第一排呢，好屌屌的！我看，哦，可以了。Do you want the personal man？ 对啊，这样子我就可以看你是怎么跳中间那个洞。哦，你看啊看啊，我快到了。啊，比七哦，没有，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看不到。我有卡中间那个。哇，这什么东西啊？你直接从旁边摔耶！中医说，哎呀呀呀！哇，我这样也行？哇，我神吧？小英可以看哦，很帅哦。哦，我看到了，哇！直接擦边球哎、欸！我空啊！差一分，中间十分了，也要飞了，被打出，被拉出去，好可怜哦！十分了，然后飞了，对，有二十次完美雪人的成就，太难了吧？完美雪滚爽没？要不要起来？你滚爽没？你滚爽了没？他不要起来。好可爱哦你！你滚爽没？你到底滚爽了没？不要贪，不要贪，不要贪，能跳就自己跳。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快快，还剩一个名额，往前跳，往前跳，跳进去，跳进去！啊！有了有了！哎呀！哎呀！还压什么？你没过吗？没过，没过，差一分。那个算吧，我要看你十四分诶、欸，算吗？你活着啊？你活着、啊？哦，我还是数学不好啊？还是你眼睛不好？哎、欸，不对，那个是我。
有啊，两个都你啊，你们有两个都在啊。就这样。我刚看蛋头呢。蛋头。鸡蛋是中间嘛？对啊，凤梨是分母 啊。你们两个都在啊，不是吗？我看错了、啊。对，我是凤梨。白痴啊、喔！我是凤梨。忘了，我忘了。大家没记得。所以现在谁过了？都在啊，都在、啊。森林没在。就你啦！不尬领我。就你不想跟我玩雪人？哦，不尬。这样人摔倒没搞错。我要看你怎么扑雪球，妈的！好啊。刚刚跟一个路人学到的，哭啊！不要看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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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你用脸接雪球哇被挤到弹出去了就跟我一样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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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跟我一样不一样用扑的风间用扑的不用跳哇塞跳撞我们都在外围哇，剩四个名啊！干、哦，我去！哎，没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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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就不想跟我玩。反正你看看，离开啊，离不开啊，离开，离开，离开。好的，我们去接小鱼。看的，接我吧。三个，三个。还是最后一场。哎、欸，你在这里？你还活着啊？我在这里啊。哇，等那么久了。哇，我很有耐心啊。Hello， 你好，那个20订阅的，你好，你好。你也没订阅我啊？我看得到哦。我这一次有人订阅是昨天哦，我看得到后台哦。等一下我订阅你吗？你要先订阅我。你在那边乱说话，看我不把你ban掉。嗯，字母说什么？不不不，老句说什么？我只看到什么小鱼什么，然后就被老君，你再打一次，我没看到。你可以趁等一下我们八秒后开始玩，你就可以打字了。那、啊、小鱼就没有空在理会聊天室。我天哪！啊，你可以打字，可以打字了，我们进去了。有时候觉得这个人这个虚拟人像。好可爱！我很有耐心，好不好？有耐心，有啊。有你是不是刚刚被我抓了一下就断线了、啊？你在抓、欸？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刚刚也没抓你耶。有吧？你没有啦，我怎么会毛手毛脚的？不是毛手毛脚，毛毛脚脚。把雪球往上推，对对对对，各位推上去，推上去。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我们在说推雪球啊，干嘛？我看到了，你就不想跟我推啊？我不想跟你啊！啊，扑太快了，不想推你，也不想跟你推，也不想碰你。被你抓，不要抓我，好不好？哎、欸，为什么？白痴哦、喔！太白痴！太白。我看到你了、欸，嗨，我看到你下去了、欸，哎，我好难过，
我知道你很难过。我是不是要完蛋了？请问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我看不是啊，你们我拒了啦，反正就不想跟我挥雪球。哇塞，我在前面等你耶！我不信啊！房间，房间，房间。突破你的心魔！哪里？气死我了！看呢，小鱼没了，没了、啊，没有。他刚刚就说我看到你是下去了、啊，对，是不是要乱看我？不好玩，分 game， 分 game， 分 game。你这样，今年是最后一次开他了、嗯、吧？我不知道、欸，哎，他等级上好好冲哦。赶快！哎、欸，他这次皇冠都送很多哎、欸，后面还有送两个、两个、三个、三个的。嗯，风间掰了，小月掰了，只剩一个台湾人跟一个香港人了。我再带两个、三个人、三个人飞，带不起来，有一个不想跟我推选。大家都不想跟你推选球。真的不是我，是我跟路人，又放又在凤梨陪我，对啊。我觉得这个关卡很好玩啊。我觉得很好玩啊，但是你都没有体验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玩过这关卡了，好不好？那个鱼刺。啊！跳太早。我跳不起来。你刚刚那个跳，忘了按跳。你看得到哎、欸，你。嗯。我看。什么东西？啊，忘了扑。扑。没扑。啊！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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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一点点嘞、欸。哈哈哈！看，才五分嘞，输了，惨了，惨了，惨了。可以的，你可以的，加五。啊！我来了，小鱼。没有跟你讲，中间那个也有两分，中间是银色的，是不是？好棒哦！来看神母，给他压力，神母加油！神木，再一个，随便一个，快点，神木，剩一个名额，神木，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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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有凤梨陪我推雪人，没有啊，还有一关吧？对，还有一关，怎么还有一关？哦，对哦，往上爬的，没过的那关才可以陪你。哇，闪闪！骗子，再骗了。珊珊，刚刚才聊到你，不是刚刚啊，开台左右，哎、欸，八点多的时候聊到你。是我还是会被抓的？啊、哦，那个风扇，再来看看繁星如何滚雪球。啊！我不要了，太丢脸了。我跑，你不是想教我吗？他们滚回来了，快挂、喔！太贪了！干嘛？在干嘛？嗯，好巧。你都开始我了，不能陪你推水球了，可不可以嘞？这么可以啊？不行，
吓死我刚我刚刚超多人的这差一点就是九州了前面卡的有点久有了、欸、有雪人了这就是啊可以啊不是说三可以啊十三就有一对是五个人、哦、终于有人陪我推雪球了我好开心哦你看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啦、啊、你看画面没有我们的灰灰的样子对不对嗯然后就是蓝队了哎、欸、我们五个人不、哦、不要贪心我像我玩到现在五队一直都是输的局面对、欸、那个又跑开了就对就有个肖浪会跑过去想要阻止别人他们就会这样想不要啊不要啊那孩子玩不能贪啊凤梨往那边推啊凤梨凤梨不见了、啊然后风铃加持，我们推这边，我拉他，我拉他，举起来啦！你们完蛋了，你们！刚就有在那探心，不知道干什么。对啊，两个队友不见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了，完了，完了！哎。不一定，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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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到了，到了，到了，推到了，推到了。欸、红队超团结的、欸，稍微拉一下他。嗯。我、啊、怎么又一队？怎么一个人？好，推一个球。红队，红队跟黄队帮你们推球。啊啊！黄队快结束了，应该对啊，黄队结束了，加油啊你们！黄队，你不能好好推球吗？他们会比较劣势的，如果我们人多啊，这样就是我们人多啊，对啊，你们人多啊。对啊，两好一个人，他还要来两个来干扰。嗯。耶！好丑，又是这一颗球，我把它撑住哎。丑的。没问题，蓝队。好恶哦，这个球。螺旋丸，一直甩。太中二了吧！等出来才会赢啊。有，没问题了。有了，赢了。哇、哦，前面还好，我们人多。那、啊、就说，你看玩这盘真的不要跑去阻止别人，一定会输哦。通常都是阻止别人的输啊。哇，第一次到最后一关呢，好耶！啊，哎呦，到了，哇、哦，这个。等母你要给我吃鸡哦！你说很好玩、很简单的哦。我帮你拉一个人下去。我拉那只鸭子，刚给我跑掉的鸭子，妈的！哪里有鸭子啊？前面这只啊。嗯，他前面。有看到。超丑的。大滚！你这好难哦，这个果一定会生气。哇！下去了，谁下去了？圣母没有吧？没有啊，圣母在旁边呢。没看到画面，不能一直看一个地方哦。只是刚才很想抓我。雪人他们想抓你了。哇！大平台，大平台，大平台。紧张哎。嗯，好像怎么那么快？会越来越快啊，超快哦，超快哦！太快了！
你好强哦！真的会头，这个会头晕。我就说这个会晕呐、啊！我玩这个超晕的。而且我一直看你画面在自己在转那个视角。对啊，他会自己转，而且观察真的很累。呜、哦，我要吐了。哦！马进者，马进，欧莱加油，欧莱！好晕哦，超晕！你滑鼠一直动才不会晕。不是、啊，我是说我们观察者的啦。好，欧莱，哦，欧莱被接起来，欧莱，快去隔壁，欧莱，哇，欧莱被接起来，欧莱，哇，欧莱，怎么办到了，欧莱？不行了、哎、呀，太辛苦了，不是太快了，没办法。但是好强，好强啊！快点！笑死！他后面那个太快下去了，我看到已经来不及了。你爬不来不及爬起来啊！我陪你到最后那个把一个抓下去了啊，休息啦，你们就完了，拜拜，你给我回来哦，你给我吃到鸡为止哦，你是影响我睡觉啊，好啦。今晚反正只是想说画画，但是想说对方到现在还没飘我。好啦，感谢闪闪来收看啦，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下次见啦，拜拜。吃两只鸡，开心开心。八八八八八八，感谢闪闪。阿长是我的。八八八八八八。